久没见你了。你想我不？妈，真的好想你。我在夜里呼唤黎明。我反正我就想你，我都想你都想哭了都。妈妈可想可想你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！我都没哭，你哭啥呀？真的是。妈妈，别那么矫情。我离开这么长时间过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在家没那会儿还能联系上，现在联系上联系不上，关键是，你哭得好惨啊！我怎么那么想笑啊？讨厌，我就想你了，我挂了啊，到时间了，你不要打了。我不想让你挂。十秒。不要挂。我挂了、啊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挂。好啦，挂了啊，收了啊。挂了。别减肥。拜拜。不行，不冷静，我想跟妈妈说一些，就是妈妈这边儿，听妈妈。啊。反正到时候他都会知道的，节目播出他都会看的。不想回家吃吃家里的菜，今天过年就不吃。家里做的菜，家里一般都是我做菜啊。家里一般都是我在做菜的。可是一点都没有。这为什么有什么哭的？多矫情。